适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一周年，9月16日，澳门有线电视与香港丽新集团与横琴创新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产业发展。同场，香港丽新集团亦与广东广播电视台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粤语节目传播中心、元宇宙传播建设等文化产业。我们将会在合作区政府领导下打破常规，共同发展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积极带动澳门居民融入大湾区的发展大局，为澳门居民制造横琴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共同构筑澳门人的新家园。这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必将让我们彼此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共享更多的资源，拥抱更大的空间，共创更美好的明天。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重点发展的四大产业之一，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的发展是粤港澳三地文化交流合作不断踏索深入融合的历史性机遇。在本次战略合作发布仪式后，三方将继续坚持优势互补，共同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产业的发展。